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姐，这是我老公。看我们两个这憔悴的样子，应该猜到我们昨晚干嘛去了吧？不要乱想，昨晚我们去夜钓去了。嘎，罗昨天半夜3轮到了家，把它养着，但是还是很多鱼死掉了。嘿，看到没？其实做这个视频呢，是很多朋友想要知道云姐做的罗非干为什么这么漂亮，是不是有什么独家秘方？所以今天我就来教大家怎么做罗非干，其实非常非常简单。那这些呢，都是我们之前晒好的，应该还有100多份吧，但是不卖啊。聂家罗非是不卖的，我会送给我的粉丝，已经有一些朋友已经收到了，后续我会慢慢慢慢的送给大家。认真看哦，自己做。下面呢，有请我们家的鲨鱼大使出场，叨叨叨叨。哈哈哈哈哈！基本上罗非呢都是我老公杀的，他特别特别的细心，整理得很干净，所以现在就由我老公来演示如何把罗非内脏跟头尾整理干净。开始吧。磨刀不误鲨鱼功。干口放鱼。哦，大条吗？哦，这，嘿嘿，看，这罗非漂亮吧？想要得到好的罗非干，第一，把罗非去鳞，要去得很干净哦。第二步，去头，看我老公的演示啊。OK。第三步，开背，开的时候大家小心那个刺了啊，非常的锋利。第四步，把内脏清理干净，把里面的黑色给它擦干净了，因为那个会苦的。这一步很重要，一定要清理的非常干净，这样在晒的时候才不会有蚊虫叮咬。这个我们家老肖做的非常好，老公，100分。第五步，把尾巴切掉。看，这就是清理干净的罗非，看背面，老公。好，清理工作完毕。全部清理干净之后呢，开始撒盐，就这样均匀的给它撒上一层。背面也是一样，均匀的撒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很多朋友反映他们在晒鱼干的时候呢，会发生蚊虫叮咬或者长蛆的这个迹象。其实如果是蚊虫叮咬的话，那就是它的肉没有腌制透，长蛆的话大部分都是在头部，所以一定要去头去尾。有些朋友也会说要放很多很多其他的配料，什么像八角啊，或者是说像什么啊五香粉啊，但其实我是没有加任何东西的，就用盐，只要盐，用那些味道我们可以在做的时候再添加进去。用保鲜膜给它封上，然后要腌制3天再拿出去晒，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。如果是15度以下的朋友呢，可以放在室外也没有问题，如果高于15度的话，建议最好还是放进冰箱的保鲜层去给它放置3天。我们这边比较热，所以云姐都把它放进冰箱里面，3天之后再晒。现在呢是第3天，天气还不错，呼呼的北风，开始把鱼干晒了。看，盐已经把它的肉血水都去掉了。这一步给我老公分工，我来戳个洞，然后拿这种绳子给它穿起来，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戳个洞，你的。
就是这样了。天气晒鱼干最合适不过了，晒个几天就好了。漂亮吧？多少条？忘了。个臭小子。走。行，小白，好了，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，拜拜喽！你们也试试看，还不错哦。来来，拿走，拿走，你给我拿走。